错不错，正合适啊。什么合适啊？我说的是合适看风景。啊！哎，莫非您慢点跑。过来过来，帮我推一下。哦。王妃，为了保护王四，我不敢给您推太高，我就轻轻的推啊。好，可以吗？再高一点。不能再高了。没事儿，再高一点。不能再高了。再高一点吧。再高你就有危险了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你想对我的孩子做什么？喂，我答应过你三个月，可是没有答应过你一直假怀孕到那个时候。王妃有孕在身，还是小心点为好。如果红秀照顾不过来，本王可以让齐长老把熊嬷嬷安排回来继续照顾。不用了，谢大王。那你能帮助我逃离化兽吗？你又敢保证我每次有所行动的时候你不告诉奎木狼？我你不能。奇葩，虽然我李兄，李兄。